你若不收拾，今天就在这儿。废物。封禁。中宫稳定。知道你没必要。老婆，我去。我是无重要的人，无经验的无恩，不算狠，几吨乾坤。我把我的自尊利用成交易，这东西算你的。君子与我相信最合，不必战功也能威力全开。我也很喜欢你这个人。十年功夫功夫功夫耶，千年的苦不死，佩服佩服佩服，看这拳脚的眼中我用功夫功夫功夫让全世界的对我恨。武当王也拜见了天师。孙权，太平！